不挺贵？其他地方要75000，哎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他来干什么呀？你先回去吧。那你小心点。你来干嘛？你很怕我来找你啊？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如果我是你，就没有脸出现在沈夜面前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叶奇雷躺在医院里5年了，都好好的，怎么你一出现他就死了？还编造一个什么外国的神秘男子，有意思吗？我再和你说一遍，齐烈不是我害死的。哎，这句话你跟沈云说的一模一样。你对英说些什么？我跟他说是你害死的叶齐雷。你不用紧张，他根本没相信。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，不许你再接近英安。有什么事冲着我来？哎呦，你们的感情还真是让人感动啊！你保护他，他相信你。上过场的感情真是不一样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清啊？那我再说一遍，5年前你跟沈烟在马赛，不是上过床吗？心虚了。哎，5年前你是不是为了想得到沈怡恩，所以对叶奇磊痛下杀手？你就算得到沈怡恩的人，你能得到他的心吗？秦野，我告诉你，你只有一句话说对，你就是比不上一个死人。我没有。我是安言，可是我不会变态到因此而杀人。更何况他是我的好兄弟。好兄弟，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词儿的？你背着叶奇磊跟沈英上床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好兄弟是吗？那只是个意外。
你有必要这样折磨你自己吗？你不是叫我证明给你看吗？清醒一点，清醒点！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不要对他们抱任何幻想了。 欢迎光临，Alice。好，很好，效果非常好。你们辛苦了。可以发布了吗？我现在就去跟沈总汇报，等我消息。好。 那我们赶紧去做事吧。嗯。进。沈总，成功了。什么成功了？爱三。稳定性测试了吗？ 还没有，刚解决完技术问题，马上开始稳定性测试，我要确保没有任何的纰漏。好。另外，我们要针对 I3进行立体式宣传，要先预热市场。好，你放心吧。稳定性测试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正式推向市场了。1 2 3 4 5 5 6 美女，嗨，第一次来，是啊，我看你的身材练得很不错，我觉得最多也就是稍微塑下型吧。哦，是吗？像我们亚洲人，尤其是亚洲的女性，可能不太适合像老外练的那么生猛。像你这个身材，稍微练出点线条就完美无缺了。那你觉得我怎么练才能练出线条呢？当然你不能像我一样，女生嘛。 女生应该啊，女生应该这样，来，我给你示范一下，过来，美女。好。这边。就这个动作而言啊，我们要双手抓紧，小臂放松啊，小臂放松，我们用我们的肩膀带动。哇。慢慢的放下，注意手腕不要动啊，手腕不要动。OK， 好，注意抬头挺胸。 抬头挺胸收腹，嗯，哇，好棒啊 ！OK， 好，抬头挺胸啊，收腹，双手抓紧，好，第二个，好棒啊 ！OK， 注意啊，注意，我们的双手一定要抓紧，小臂不要过多的发力，用我们的肩部来带动 ，OK。 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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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副总编，社长啊，知道今天为什么找你来吗？您从国外调查还没有结束，突然回国，
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啊？国外有几家大型的传媒公司，为了进驻中国的市场，想要联合收购针锋上，并且开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价格。您不会答应了吧？暂时还没有。不过，现在纸媒的生存空间受到网络媒体的严重挤压，针锋上这几年的利润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增长。 那您的意思是？一周之内，我要看到针锋上转型的方案。如果方案可行的话，针锋上会继续保存下去，并且你将会成为针锋上真正的总编。嗯，那结论相反呢？那样的话，我就不得不忍痛卖掉它了。哦，嗯，我明白了。 以后有的你忙的。